我的中文名字是马阳，我们的学校已经开始了，那我在叫学生们来上课，因为学校已经开始了，谢谢。我已经学十个月中文了，在这里克纳克里甘巴大学里，在这里可以学中文，在工作学院，那我给你们谁想学习中文就来甘巴大学里，你可以在这里学中文。